罗刹天公所有向来的西家庭拢有同齐温暖，特别邀请因来收银啊，也赠送羊肉炉等物品，希望大家拢幸福圆满。民间伫同齐拢会食圆啊，象征圆满丰收，同时卖大聚会。这是一年二十四节气当中上重要的一个节气。为此，罗刹天公所特别邀请向来十五个社区内独居老人、甲弱势家庭以及爱心妈妈前来公所共同收圆啊，并且由爱心妈妈伫同齐进行分送到每一位弱势家庭的厝内。结合咱的社区的这个爱心妈妈吼，啊，来遮做这个爱心的这个收银的同齐吼，啊，就是要来当咱咧庆祝，咱咧团圆的中间，咱来关心咱，咱向来要有真济弱势家庭吼，啊，因为生活会当讲原来真艰苦吼，啊，所以咱透过这个活动，啊，来甲关心，送。就着因即个社区妈妈的爱心吼，啊，将个贴心来分送到因即个需要关心的家庭，互阮乐草乡啊，会当感受到讲，大家哦，拢会当过着一个足幸福美满的冬节的暗暝啦吼。李乡长林木辉现场也比起手鸭，甲大家共同来收银啊！现场多位阿妈手艺真巧，将面粉团收成长了形，粘一块一块，最后甲收银。部分阿妈嘴里还阁不时念着台语的俗语：收银员过好年，收好银结好缘。大家拢期待借着这个收银啊，来年会当过好年。最新新闻就来先，罗超香采访报道。